诸位大德，诸位同学，大家好。非常感谢诸位来参加今天的法会。刚才我看到许多贺词，在事先我都不知道，我是刚刚在此时看到，我很感动，感谢大家对我过分的奖励。我自己实在是愧不敢当，现在世界社会的动乱以及天灾人祸这频繁，已经使得每一个人非常的关怀，冲突、灾难的隐蔽，在大乘佛法里，佛陀告诉我们。真正的因素是一切众生不善业的感召，这个说法许多宗教都肯定，在东方我们中国人5000年前的老祖宗也肯定这个说法。我们在这一生可以说是无比的幸运。佛在经教里面常讲，人生难得，佛法难闻。幸运的是我们在这一生当中的人生闻到佛法，这一桩事情实实在在是稀有难逢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得人生闻佛法，换一句话说，你就有这么一个机会，在这一生当中啊，能够了生死，能够融脱轮回，成佛做主去了，这才是真正稀有难逢。那么遇到了，我们在这一生当中有没有成就？这个问题要问自己，这是自己的事情。佛菩萨虽然慈悲，实在讲啊，帮不上忙。为什么呢？宇宙是你自己创造的，不是别人。轮回也是你自己业力变现的，如果这是外面来的，外面有力量可以解决，它不是从外来的，它是从内心来的。大乘教里面佛说得好，迷为一念，这是佛法里面讲宇宙的起源，
跟科学家讲的不一样。科学家讲的宇宙的起源是大爆炸，那么跟佛法讲的宇宙起源现象有一些相似，但是最根本的原因呢不相同。爆炸那是以后的事情，它为什么会爆炸，为什么会膨胀，这以后的事情。所以最原始的呢是佛法讲的，为什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，迷失了自信。怎么迷的呢？一念，对，念头起来了，这一念就是我们常讲起心动念。说起心动念还不是很恰当，还是很难体会，但是没有佛方法了能去。什么人能够真正体会到？佛说得很好，能够其如甚深三昧的人，听了这句话他能懂。像我们这种心浮气躁，妄想分别执着很多，听到这句话了，那真是所有不解如来真实意，不是像开经偈讲的愿解如来真实意，我们是不解。佛真的给我们说出来了，说清楚了，非常简单。那么什么叫一念？佛菩萨真的很慈悲。曾经有这么一次，佛问弥勒菩萨，问他这个一念有几个因，有几个形状，这形状是讲物质，这物质从哪来的？物质是从念头生起的，有几个意识，这个是哲学科学上的大问题，一直到现在不能解决。弥勒菩萨、大福世尊，其实他们一问一答了，是教导我们，让我们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。真相是什么？《般若经》上讲的好：“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”《金刚经》上尤其讲得清楚。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那么像这些经文大家都念得很熟，都能说得出来，可是没有法子起入境界，所以不得受用。不得受用就是依旧生活在分别、执着、烦恼、苦难的世界。如果得受用了，这问题都解决了。那你生活在诸佛菩萨清净的世界。弥勒菩萨的大福，真的我们很不容易体会。他的大福是举手。一弹指，举手一弹指，一弹指有多少个念头？32亿8000念。这一弹指，这个一个念头就是一个生灭，一弹指有32亿
百千亿，百千是多少？百千是十万，十个千是一万，百个千是十万，它的单位是十万，多少个十万？32亿个十万，这是说出啊，事实真相，宇宙怎么来的？宇宙怎么来的？难得现代的科学家，我们听了他们的报道啊，也不能不佩服。现在这个科学家告诉我，物质是假的，根本没有物质的存在。那物质怎么来的？叫无中生有。所以大科学家他们不承认有物质，他们承认有场。场是什么？能量。能量在某一种状况之下它会变成物质，但是变成物质的这个现象时间是极短极短，但是没有像弥勒菩萨讲的这么清楚。短到什么程度？一弹指32亿八千年，没讲的这么清楚。那这个就太短太短了。那我们想象这个事实真相，中观论上告诉我们，宇宙真相是什么？不生不灭，不来不去，不移不异，不长不断。这个的确是最高深的哲学与科学。我们举一个例子，他讲了八个谱。八个谱你只要一个懂得了全都懂。一个不懂全都不懂。我们举些不来不去。就是说你从我们学院大门走进来。跟你说你没有来，你也没有去，这就奇怪啊，我怎么没有来，怎么没去呢？如果我们拿一个从前老式的电影摄影机，电影的摄影机，一秒钟啊，照24张幻灯片，你从那边来，我在这边照。一直到你走到这里来，你在摄影机的那个底片上，底片是幻灯片上，你就看了，你没有来，你也没去，你就看出来了。你比如你走到我这个地方3分钟走的是3分钟多少张了？这个一秒钟24张。你走那个第一。底片荧光幕这个幻灯片上张张不一样，你真的没有来啊，你没去啊。那么这个就是佛在楞严经上所说现象是什么？到处出生，随处灭尽。我们从这个科技上的时候了解到佛讲的这个没有生命，没有来去，这是事实真相。所有这个物质现象是都是暂时的。那这个速度我们现在看这个摄影机里面去，你很容易觉察到。一秒钟24个生命。实际上呢，那弥勒菩萨给我们讲一秒钟多少生命？一秒钟是321分之一。就是一秒钟的320兆，万亿是兆啊，是一秒钟是320兆生命，兆是万亿，就这个单位是万亿，320兆。那我们现在这个电影片这个摄影机是一秒钟只24啊。
哪来的生灭？那这种现象的时候，全世界的科学家、哲学家都没讲过。所以佛经里头啊，从前方东美先生把佛教介绍给我，说佛教是全世界最高的哲学。那我们学了这50年的发现，不但是最高的国学，可是哲学是最高的科学。啊，说明这个现象，这现象是幻象，啊，像有没有呢？不能说没有，也不能说有，啊，你要是有的，对不对？道体皆空，了不可得，啊，像般若经上所说的，啊，如果了解事实真相，你还有没有妄想？还有没有分别？还有没有执着？没有了。了解事实真相是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，你的心永远是定的，啊，定是你的真心，啊，这个真心不是精神，也不是物质，啊，那就是科学家讲的场，讲的能量，在佛法讲叫做真心，啊，真心在哪里？遍宇宙，遍法界，啊，念念成形。这念念成形，念念它有现象，啊，形皆有实，啊，形是个物质，所以不但是有情众生，我们讲动物，它有见闻觉知，植物有见闻觉知，矿物有见闻觉知。那日本江本胜博士用水做实验，证明水有就有见闻觉知，所以大到虚空法界，小到一粒尘沙，啊，佛法叫微尘，现在科学里面叫名词，叫基本粒子，叫夸克，都有见闻觉知啊。所以这是宇宙是一体呀，啊，啊，所以佛才叫出来呀，同体大悲，无缘大慈。你真正了解之后，你的这个慈悲心呢，遍法界虚空界呀。知道法界虚空界的所有现象啊，都是自己心里变现出来的，啊，妙不可言的。那怎么会变呢？就像你做梦一样，啊，那个梦境所有境界是你自己变的，现前的话还是自己变的，啊，变化是没有止境的，无边，啊，这个大。到无边，身到无体，啊，所以我就想到什么？想到我们小时候玩万花筒，啊，你看万花筒很简单，啊，三片玻璃在里面，啊，它造成反射，里面剪一点碎纸片，颜色不同的，你去转转转，你就看里面的花纹，啊，你看一年，看10年，看不到两个相同。啊，据佛法叫妙法了，妙在哪里？妙在慈悲，找不到相同。啊，但是他不触这个万花筒，所以我就把这个万花筒比喻作阿赖耶识，里面的碎片呢，比喻作阿赖耶识里面的业系种子。啊，从这些道理，我们慢慢体会到佛经上讲的最神秘的啊，生命。啊，佛法没有秘密，太深了，深密的啊，这些原理、原则，你才能真正找到这些现象。那么今天我们明了这个道理之后，再晓得我们起心动念与整个世界一切万物息息相关了。啊，所以西方极乐世界。跟我们这些有没有差别？没差别，一丝毫差别都没有。啊，没有差别，为什么人家那个地方没有灾难？啊，那个地方没有冲突。啊，永远是和平的，永远是安乐的。为什么？那个地方人心都善，就这么个道理。啊，所以念十善业道经呢，就清楚了，就明了了。
每一个人都能够修十善，整个山河大地都变成非常善，没有一样不善。你在这个世间当中，你找一个不善找不到。那么我们就明白了，我们今天这个世界为什么变成糟呢？我们现在是把善忘掉了，善是本性忘掉了，不善是习性，习性当家做主的，本性忘得干干净净。三字经上讲的性相近习相远啊，所以就变成这么一个世界了。但是极乐世界它同样的一个道理，也是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。我们今天世界变得再坏，还是毕竟空无所有不可得，平等的。那这就讲了真妄不二了。善恶不二了，净垢不二了，唯佛菩萨能入不二法。什么叫佛？觉悟了，觉悟就入不二法。这才把问题真正讲透彻了，讲明白了。那我们学佛最重要的，佛教我们什么？佛什么都没教，这个诸位要想的，佛只是教导我们认识自己，认识宇宙人生的真相。所以佛法的中心目标只有一句话，诸法实相，一切法的真相。你明白觉悟，这叫佛；你明白觉悟不够彻底，叫菩萨。菩萨是明白，没达到究竟。阿罗汉明白了，比菩萨还低的，没有其他。这个不是佛发明，不是佛的学说，也不是佛的智慧。是事实真相如此，只要你能够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，你就全部都明了。就是这个东西把扰乱了。智慧、能力、德行、相好、福报，通通都是自性里的本来具足。所以佛讲心外无法，法外无心啊。这个心可不能误会，心不是物质，不是我们心脏，不是物质，也不是精神，我能够想象这是心，不是的，那是阿赖耶的见分，物质是阿赖耶的相分，那心是什么？心是阿赖耶的自证分，自证分不是精神，也不是物质。这叫佛法了。那么它起作用，作用里面有真正真实圆满的伦理道德因果，这个东西有作用。在你没有真正修没有回头的时候，你要能够遵守到伦理道德因果，也能够维持这个安定和平，这是六道里面的天堂，六道里面的路途。你只要能够遵循伦理道德因果，伦理道德是因果是什么？它也是虚妄，但是接近真实。虽然是习性，这个习性呢，距离本性不远。所以造成着天上人间的这个殊胜，无比殊胜的境界。这个在佛法教学
是阶段的，不是终极目标。终极目标呢，是要叫你认识自己。所以我们昨天晚上给同学们聚会，我们这个活动是纪念老师的。我们知道宝老师的人，那我们当然也就晓得报父母之恩，报祖宗之恩。其实这是建立教学，这个古圣先贤传统的教学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，建立在师道的基础上。那么现在社会出了问题了，问题的根源在哪里？疏忽了孝道，孝道疏忽了，师道也疏忽了。我们今天所有的活动，是帮助社会，肯定传统文化的价值，肯定传统文化能解决这个世界上的许多问题，比如说冲突的问题，社会安定的问题，世界和谐的问题。有人曾经问过，今天世界的问题我们要问谁？谁能知道？谁能帮助我们解决？这是一个媒体访问的时候来访问的。我给他举了个简单例子，不是，你看看小朋友，3岁小朋友，他要遇到困难问题了，他就找谁？肯定找他爸爸妈妈。他爸爸妈妈会给他解决了。我们在今天遇到问题了，不能解决了，你就想到这种事情，你就明白了，找老祖宗啊，问老祖宗啊，决定把问题解决了。那老祖宗何以能解决问题？老祖宗解决问题的智慧、理念、方法，是过去老祖宗代代相传下来的，那是经过时间的考验。特别谈到中国5000年的历史，5000年的经验，5000年的智慧，5000年的方法，5000年的效果。可是现在人呢，对于古圣先贤丧失信心，相信科学。科学是可以拿证据来发。那我们5000年的这个传统能不能拿出证据呢？难。证据十足啊。那么从历史上来看，这时候许多外国的学者专家读中国历史，都佩服得五体投地。中国这么长的时期，这么大的这个疆土，这么多的人民，5000年的和睦相处，这个不可思议，从哪里来的？从来没有侵犯过别人的国土，人与人之间没有看到斗争，这是什么原因？教育，没有别的，所以是中国人老祖宗最懂的教育，叫什么？叫伦理，叫道德，叫因果。
啊，伦理道德因果都是与本身啊，本性是本觉本善非常接近，虽然是迷了啊，不是完全觉悟，但是啊，跟本善接近啊，接近就能产生良好的效果啊。我们把这些事情啊介绍给刘浩国，介绍给许许多多的专家学者朋友们啊，他们听了也是闻所未闻的啊，很感兴趣，但是怀疑这古老的东西恐怕现在做不到了。所以我们在汤池做了个实验，试试看古老的东西还有没有效果。为什么中国对传统丢掉了一个世纪了，现在再找回来，在我们想象有一定的难度啊。但是我们知道一个原则，那就是境随心转，这是佛说的，一切法从心想生啊，这个认知非常重要。所以我们就招待一批年轻法师，我们提出要求，我们要求自己，我们要救国家，我们要救世界啊，要救一切众生。从哪里做起呢？从我做起。啊，把古圣先贤的教诲我们认真做到。啊，我说释迦牟尼佛教学成功了。啊，孔子孟子教学成功了。他也是人。我们也是，他能做得到，我们为什么做不到？他为什么能做到？没有别的，两个字，真干的。我们为什么做不到？我们没有真干。啊，我们在去希望别人学，自己不学，这是假的。啊，说圣人跟凡人差别就在此地。啊，圣人是做到之后说到，这是圣人。他先做到的，他能感动你。啊，说到之后能做到，这闲人；说到之后自己做不到，叫骗人。那是现在骗人的人多吗？所以骗人让大家连信心都没有吗？啊，所以我就要求这些年轻法师，我们要做事，要做闲人。不可以骗人。从哪里做起？从弟子规做起，从感应篇做起，从十善业道做起，这三样东西，儒释道的三个根。有根，就像树木一样，它会生长，它是活的。它能够慢慢茁壮开花结果，没有根，就像盆栽一样，很好看，死的。那两三天之后，你就丢到垃圾堆去了。啊，那么这些，我们这些年轻法师懂得明白了。那我要求他们四个月，希望四个月把《弟子规》1080个字。我们做到啊，没想到他真干，真干发挥了作用，他2个月就做到了。那做到，我们就下乡教学。那我们搞一个小镇的做试验，这个小镇12个村庄，48000人，分头到每一个村去教，到每一个家庭去教，这效果发生啊，出乎意料之外。我们预想的是应该是2年到3年，社会风气才能够改变。没想到3个月，下乡去教3个月，风气就转变了。我们非常安慰啊，老师虽然辛劳啊，个个欢喜，
人民是怎么这样好教的？啊，这个原因我们知道答案，答案是什么？老祖宗讲的话没错，证明了人之初性本善，这本性本善，你这一有引诱的时候，他就回头。啊，人人都有向善的心。不愿意起恶念，不愿意做坏事，他就回头了。因果教育很重要，懂得一因果报，丝毫不爽，人不敢做坏事。你看伦理道德上，人不愿意做坏事，那因果却不敢做坏事，人人都回头了，都从不善回归到善，社会就祥和了，和谐社会就落实。那这两年来影响很大，影响到整个中国的社会，也影响到国际。就现在就许多国家都愿意去参观，尤其在联合国介绍之后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2个国家驻教科文组织的代表都乐意到唐池去看，我们也欢迎。为什么？亲眼看见了那是真的，不是我们宣传的。我们澳洲现在这个新总体，我很尊重他，非常难得，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很深厚，我们往来不需要用翻译，他能看得懂中国的文言文，普通话说得很好。难得的是他的哥哥洛克林先生最近跟我有长时间的相处，他到唐池去看过，到香港去访问过，我在马来西亚，在这个新加坡的活动两个星期，他全程陪着我。这次我回来的时候，他又特地到图文馆来看，在我这个海飞小院里面住了两天。我希望总体能够跟中国互助系密切合作，把世界带向永续的和平。那么我有一些很具体的方法提供给他，非常欢喜。那么这个问题可以说全世界人民迫切在等候。我们怎么个做法呢？我提供他的意见，是希望在骆先生任期之内，我预料他至少可以担任总理20年。他今年50岁，很年轻的，他哥哥53岁，希望他领导澳洲20年，把澳洲造成地球上的乐园，地球上的天堂。首先我告诉他，澳洲决定不要搞军事，不要搞军队，不要搞武装，澳洲只需要警察维持秩序就好了。澳洲从哪个方向去发展？中国古人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
幼不幼以及人之幼，你就发展这两桩事情。全世界的老人到这个地方来居住养老，全世界的儿童到这个地方来接受啊伦理道德教育，只做养老育幼这两桩事情就够了啊，这就是天堂。世界上其他地方打仗与我不相干，澳洲永远中立啊，像瑞士一样，所以永远的中立国，不参与任何地方的纷争啊。全世界地方老人都到这里养老，儿童到这里来教学，这里是一片净土啊，因为他这个国家是新兴的国家，跟世界上任何国家了没有怨恨，没有冤仇啊，这是先天的条件好啊，可以做世界的乐园呐 啊。所以我们有个怎样做到养老，怎样来育幼，我们也详细讨论这个问题啊。那么全世界的老人都到这个地方来度晚年啊，儿童现在儿童父母不教了，那从前这都家庭的责任，现在人家家庭不教了，我们澳洲来代你养老，来代替你育幼，不但这个国家永久的会安定和谐，而且给全世界培养良好的下一代，这无量无边的功德了啊！所以我们感谢国家领导人，也感谢澳洲居民啊，澳洲居民啊，人数不多啊，我们共同来合作，把澳洲造成啊地球上的乐园，不是做不到，心想事成啊，只要我们大家同心协力，一定会做到。我的时间到了。谢谢大家啊，谢谢大家，非常感谢大家。